三林溪位于台湾南投县，从竹山到溪头，再往上往三林溪，那沿途呢有很多这个柳山林。柳山是日本原生种的这个杉树。那三林溪呢，这个海拔大约在1600公尺左右，这还没比公路一样啊，高湾准备完了。三林溪最有名的就是它栽培的牡丹花，每年春天三四月的时候，就很多的游客到三林溪赏牡丹。它是台湾栽培牡丹这个规模最大、历史最悠久，而且最具规模的这个栽培区。我记得几十年前，那时候蒋夫人第一次指示林务局引进牡丹在台湾栽培。我那时候跟朋友曾经去阮大山林区人伦工作站，那个地方是台湾第一次栽培牡丹花的地方。那后来其他的地方也慢慢，像梨山啊、阿里山，还有这个清境农场那一边也有人栽培牡丹，但是最有名气的还是三林溪的牡丹。我经常带学生去那边写生跟观赏牡丹。三林溪的这个上山的这个步道呢，整理的还算蛮宽敞的。它把它分为12生肖，就是从鼠、牛、虎、兔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猴、鸡、狗、猪等这些弯道，然后你看到每一个看到一个生肖的时候，你就想着下一个生肖，什么时候会出现呢？那无形中就增加了很多的期待跟乐趣，让开车的人也不会觉得，很无聊。那它的弯道呢，跟这个北宜公路9弯18拐啊，非常相近，路蛮宽的。那一般去三林溪呢，大部分都是早上一大早去，然后下午大概1-2点就要赶快下山的，因为1-2点经常会起雾。那山路起雾的话，可能开车就比较危险一点。啊，不然就要住在三林溪的饭店里面，先帮你打气，然后享受这个森林浴，就是好好。所以他用那个十二生肖还是很有意思，清静下来，期待吸收一些被这个森林的这个但是这里的忘忧森林吗？我记得好像这里对啊，三林靠近快靠近三林溪的忘忧森林。以前我一中旅游去过了。还有在转小车子吗？对对，有转那个小巴哦，小巴开得好快啊，开到那边，我那时候也大概搭2台小巴了。后面会不会太凉？要不要停下来？这里可以停一下了，这里好，这里可以停一下。都开垦了，你看都是茶园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右边山上啊，都辟为茶园，这边都很多人种茶。这个南投县出产的茶叶很有名，像洞顶的乌龙茶。
这个上面都是茶园呢、啊。这里不是茶园啊。啊、哦，你有没有对面对面那个山头上都是茶园？你看开垦的。嗯，对。我们现在终于到了三林溪的大门口，那进去的时候车子人都要买票，然后我们经过这个三林溪大饭店附近的山壁上，有一些紫藤攀爬其间，如果花盛开的时候也是蛮好看的。山壁上面攀爬的紫藤也有美化的作用。现在我们要走那个，我们现在准备要去走三林溪的栈道步道，就是杉木林的步道，从杉木林的步道到那个牡丹花栽培区，就是花卉中心。花卉中心。那这个是入口的地方，从这个地方进去，那可以到这个牡丹花的这个观赏区。对面就是那个川林的这个森林栈道，一个步道。这个步道是沿着这个溪流，就是所谓的三林溪。刚进来的地方比较平坦，是铺石头的这个石头路。那旁边也有很多的这个桌椅，让人家休闲的地方。走这个步道好像森林浴一样，可以吸收分多精，而且空气非常的好。然后走这个步道也不用着急，慢慢走，这个步道也不会太陡峭，严格讲起来算很平缓。一边走一边观赏这个溪流或者杉木林的这个风光，这个都是在都市里面没办法享受到的。步道旁这个除了杉木，还有以前的一些其他的树种，像这一棵是一棵老树。这一条山林步道啊，非常的漂亮，两边都是杉木，还有一些老树，这棵老树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大棵，这棵老树看起来是蛮老的。那这个栈道做的蛮好的，它步道旁边都有栏杆围着，然后底下是整木，维护的还不错。
中像这棵树有些已经腐烂了，不过严格讲起来，它是应该也是特别去保留它，因为它的造型还算，蛮奇特的。两边都是杉木，这个很潮湿，那有些都长，这个树干上也长满了青苔。这个地方是应该是山上也是比较潮湿一点。这个杉木林都非常的笔直，那杉树本身也就是直干的，比较平坦的地方就是这样铺着石头。那有些平坦的地方就铺石头。像这个树的枝干上也是挂满了这个仙苔，这个苔藓类的这个啊，挂在树上青苔，这个一定要很潮湿才有办法。这个地方的气候一定非常潮湿。沿路都有这个椅子让人家休息。这个半路都有一些让人家休息的地方。这个亭子上面也长满了青苔。现在下来这个地方比较平坦一点，范围比较大一点，所以这边有很多的桌椅让人家来这边郊游休息。那这个亭子上面也是长满了青苔。啊，这边还有一个兔的这个图案。对，我是兔子。现在距离花卉中心1200公尺而已，很快。这个河床都是乱石，现在没有水，下雨应该有水。这个地上种的这个八角莲。
这个听说可以当药材。以前干嘛加的？当药材。当药材。哎，这是珍贵的药草。这边有个仙人台，让你看景的。从这个观景台可以观赏这个山木林跟溪底的风光。这个溪流很漂亮啊、哦、你看溪中很多石头大大小小的，然后两边都是杉木林、柳杉林。那个大石头的上面就是刚刚的那个仙人台，观景的地方。这是锯断的这个树的头部，这是朽木。
现在的朽木都变漆木了，很漂亮。很像太湖石。这棵木头木心都烂掉了。这个石头好像这个被刀子切过一样，这些都是天然的石头。它可能是裂开了。嗯。它中间有一条线，有没有？对对对。嗯，那个石头的那个裂纹纹路，哎，从那个地方裂开。快到花卉中心了，前面就是。就是牡丹展示的地方，
现在终于走到这个牡丹的展示的花卉中心，这是后面的那个建筑。前面就是这个牡丹花的这个展示区，过这个桥就是了。来到三林溪，最好能够走这一条山林步道，这个可以欣赏这个杉木林的跟这个溪底的风光，而且顺便运动一下。主要它路途不是太遥远。所以应该大家每个都可以走得很轻松。然后这里面呢，就是展示牡丹花的地方，牡丹花的盆栽都摆在这个地方供人家观赏。再来是水墨教学示范，画三林溪的步道。我们准备的是生鲜纸，是柳杉，是日本品种的杉木。那走在山林步道里面呢，景色非常的优雅。那我们现在先画山林，那个杉木的树干都是直的，所以我们先画直干。这个树干留有灰白，然后我们再加以这个修饰一下轮廓。我们再来把步道加出来。先加这个行走在步道的这个游客。
现在补上台阶。我们现在再加这个树叶，这个树叶我们用破笔把它点出来，这个杉树的叶子，然后注意它的这个疏密的关系。
加树叶的时候要浓淡跟疏密。表现出这个杉木林浓密的感觉出来。啊，这个山坡的地方长了很多的蕨类杂。杂树类的，所以我们用钢笔把它擦出。现在画对岸的这个杉木，然后底下我们画这个溪流。